내가 뜰까?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LJ， 又到游戏速报的时间啦。咁今季最多留意的游戏就有两只啦，第一只就是 Until Dawn， 一只以游戏为题的冒险游戏啊。咁佢嘅 gameplay trailer 或者实机游玩都俾人好大嘅惊喜嘅，而且仲有中文版。如果中意恐怖类型的游戏，一定就唔可以错过 Until Dawn。至于第二只就是 Zombie U， 一只有少少炒烂饭味道的作品，出自 Ubisoft 的酒中啊。不知道会不会中不当有趣呢？除了以上两只游戏，还有冤罪杀机的 HD 终极版啊，还有龙族教义 online 啊。咁中意冤罪杀机的玩家可以买嚟支持一下嘅。咁至于玩过龙族教义的人，自然就会留意呢只游戏。而冇玩过的观众，建议就唔好接触呢只游戏好啲啦。好啦，咁本集嘅游戏速报时间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条片呢，可以 like 我呢条片或者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或者对我呢一个系列有啲乜嘢意见，可以留下 comment 话俾我知㗎。好，我哋下集再见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